而羡慕今晚在接见二零巡演北京站现场的每一个人。林俊杰与惊喜嘉宾周深合唱大鱼，这波梦幻联动让人兴奋又感动，两个实力歌手的精彩演绎让整个演唱会氛围超爱，期待两人后续更多合作呀。周深林俊杰合唱火烛心的光，大鱼周深祝跟林俊杰鸟巢演唱会合作火烛心的光，大鱼华语乐团两位一起唱江红台，是真正的水星合作，是谁在狂喜，周深的现场永远都不会让人失望，太好听了。粗听下来我的感受是，听过林俊杰演唱会和这么多嘉宾合唱，这就是林俊杰极有感情的高音还有流利的旋风的表现，两个现场唱功最好的歌手合体了。行走的随意，华语乐团两位一起唱江红台，是真正的水星合作，是谁在狂喜，北京演唱会真绝了。周深。
鸟巢演唱会最新一期嘉宾周深有望参加。至于消息来源是否靠谱，大家自行判断。我只能说，对于小编个人而言，这是一件天大的喜事。一，林俊杰为何会邀请周深？首先说一下，以下都是个人观点。第一点，自然是因为唱功。林俊杰和周深目前在华语乐坛都属于顶级唱将。要知道，虽然说很多人都认为唱功不重要，但是其实各位如果有看很多歌手翻拍，就该知道大多数的歌手唱功是不达标的。而林俊杰和周深则是能够在现场完美还原自己歌曲的歌手，顶级唱将在现场混响渲染下露甚至更胜一筹。第二点，则是因为两位歌手此前演唱过同样的歌曲，比如雪落下的声音起风了两首歌曲。对了，这里我盲猜一下，两位歌手现场很可能会选择一同合唱这两首歌曲。最后第三点，则是不太一样的角度。当前内地乐坛值得邀请的唱功好的歌手其实并不多，此前五月天不是邀请过华晨宇吗？结果翻车了。所以周深其实是一个非常合适的选择，口碑不错，而且个人实力也在线。二，于周深而言有什么好处？尽管这样对比可能不太好，但是因为这是我喜欢的两位歌手，而且两个歌手压根就不是一个年龄段，不存在比较与否。目前林俊杰是乐坛唯二的头部歌手，演唱会方面的号召力是仅次于周杰伦的存在。对于周深而言，参加林俊杰的演唱会刷脸是很好的事情。而且由于周深本身唱功在线，可以预见的是，本场参与观看演出的听众以及观看了翻拍视频的朋友都会对周深感兴趣。这里说一下，大多数人是存在信息茧房的，目前周深的影响力的确很高，但是真正落到下沉市场，他的影响力是没办法和头部梯队的歌手相提并论的。参加春晚、参加跑男艺或者是参加林俊杰的演唱会，这些举动其实都是在增加下沉市场影响力，让更多的中老年人认识他，而不是仅仅只是在互联网这个小圈子里。三，但是网友评论却很真实。但是很显然，周深的加盟少一部分网友破了防，只能说有点真实了。找不到攻击的点，就找各种角度人身攻击。只能说周深真的是越来越火了，部分歌手的粉丝开始有点急了。甚至我看评论区有网友说，希望两人的粉丝因为讨论唱功好坏而撕起来。这里小编刚好和大家聊一下，两位歌手的唱功体系走的完全是不同的路子。林俊杰目前已经从平衡为主转为重机能了，主打换声区，而周深目前侧重点还是在轻机能上，头声主导，声音质感主要在小字三组体现。你说方向都不一样，怎么吵得起来？这里正好给大家提个醒，到时候带节奏的人恐怕不会少。最后大家也可以说一下，希望能够在鸟巢听到林俊杰和周深一起合唱哪些歌曲。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我们下期再见。